Alright guys， 欢迎回到 Rock 频道。那今天是人在厦门给大家录这期节目。为什么跑到这边来呢？是有一项工作比较急，临时需要外出，所以就来到这边附近拍摄了一些内容。但是现在我还不能跟你们透露，不过时间到了你们应该自然就能看到了。OK， 言归正传，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蒲公英更新的一款开年力作啊，比较重磅的一个产品，也是各位包括我在内期待了很久的一次更新，那就是地狱犬的第二代。这款包我比大家可能早了也没几天收到啊，简单体验了几天，跟各位分享一下我的使用感受，然后他们的一些我觉得还不错的或者说是不足的设计点吧。那就话不多，直接开始吧。首先从外观和他们这次新出的两个颜色开始看一下，外观就是现在这个样子了。不知道你觉得这一个形象跟你印象中地狱犬是否吻合呢？其实我觉得是有那么一点点影子的，但是在我自己的记忆中，或者说我对比我手里的实物，我觉得他们两个其实除了名字和大的框架之外没有太多的关系了。我就不拿一代的实物出来了。蒲公英的地狱犬第一代可以说是他们品牌成立的比较早期的作业吧，有很多有待改进的小细节，现在回看的话在当时做的是不够完善的。隔了这么多年了，他们的制作工艺整个流水线迭代了好几个版本，现在这一代呢用上了最新的一些制造工艺和材质，以及他们的设计逻辑，整个设计语言就会变成这个样子了。其实我觉得两个包可能只有个两层顶多三层的共同之处吧，剩下基本都是没什么太大关系，所以我觉得不需要把两代版本放在一起跟大家比较。但是如果你对一代感兴趣的话，你直接去考古我的旧视频就好了，其实我觉得也没有必要再去看了，直接看新的就好了。首先先说一下这一款包会比较适合哪一类人群。我个人在使用了一段时间，我感觉首先就是一个你需要每日通勤都携带你的电脑，第二就你的电脑是尺寸比较大的，可能15、16、17寸这样的笔记本更加适合这个尺寸的包。因为这次他们升级最大最大的一个改动就是它能够兼容17寸的游戏本，很多同类型的能兼容17寸的双肩包在城市通勤使用的那种款式呢没有这个这么好看，就是传统的数码产品出的那些电脑包真的是外观就一言难尽吧。我也不能说它丑，它确实很实用，但就是我感觉很难让我愿意背它出门。那这款包的话颜值是能够接受的，大家其实可以看出来它能够兼容17寸是因为它的背板呢整个背负的面积都增大了不少，背面这一块这样才能放下17寸，但是又不能让整个包前后都能放17寸的东西，看起来像个方盒子很怪，所以前面的拉链呢也是做了一个收窄的设计，有点像条腰线这样子，看起来就不会太臃肿。那并且这个包呢也没做平底，虽然我个人很喜欢平底的双肩包，我喜欢它能自己站在那里，但是这个包如果做平底的话就真的太大太累赘了，这样子稍微收一点看起来也会更加有机动性，更加敏捷一些，不会太笨重，这是外观上的一些造型。那么看一下这个颜色，各位应该还算挺熟悉的吧，这个是轨迹灰的 Xpack， 那型号是 VS03， 就比较薄那一款，当然这个厚薄程度在城市通勤的各位用户来说基本上也不会把它用坏了，不用太担心。另外一个新的面料是这一款他们叫做亚音素黑的颜色啊，这是我按照一个比较重装的想法去做的一些小小的改动。这一个轨迹灰呢是按我自己喜欢的样子做了一些装饰，这两个是这一次出的新颜色，我不知道你会更喜欢哪一个的视觉效果。 Xpack 没什么好说的啦，胡服一直以来惯用的比较耐用比较顶级或者说是最近这几年很多包袋品牌都开始使用的一个面料，但是由于众多综合因素吧，什么大众原材料也好，国际贸易也好，各种执政的新闻可能大家或多或少有耳闻啊，很多材料尤其是国外的材料公司面料公司他们的原材料涨价之后，他们也会变相的跟供应商涨价，那整个地条供应链下来全都涨价。我不能说是有点故意要掐我们脖子的感觉，但事实就是如果我们不去做自研面料的话就只能是吃这一个水涨船高的成本。不过他们这一次的这个亚音素黑呢，这个面料叫做 PTX， 是他们自己做的一款副胶的尼龙面料，我觉得还不错，拿在手上的视觉效果呢其实算比较接近这一个钥匙黑 Xpack 这个塞尔图层的质感，当然还是不太一样，因为面料底子不同嘛，就 Xpack 招牌的那种 VS21 的龙骨面料了。亚音素黑这一款是专用的复合防水膜尼龙胚布，专用是因为它还要预留日后超声波缝合的可能性，这面料更
容易让我联想到是我十年前的那款 CC 包，看起来是胶胶的，有点反光皮质的感觉，但实际上手感我觉得还蛮好的，并且它有一个优点，就是它没有 XPad 那么容易起折痕，虽然看起来比较软糯的，但是使劲揉它，使劲捏，不怎么容易留下折痕。反观 XPad 呢，基本上就是很容易留下一道两道，或者说是这种褶皱的感觉。那当然这是面料特性，不影响大家在日常生活中的使用，你要选哪个面料还取决于你自己的使用场景和你的口味了。这个其实功能性上都大差不差，防水啊、耐磨啊、抗撕裂什么的，这几个面料都能够兼容到的，这功能性是不用太担心。然后这一个亚银素黑，这几天我用下来呢，它会更加好打理一些，土尘水什么的就不怎么容易粘在它面料上。由于是他们自己去联合面料厂做的一款面料，那可能成本上会比较的有优势，所以这款包的价格不算特别高，至少在这一批出的所有颜色里面，我觉得还是比较能接受的，是算性价比更高的一个配色吧。这个材质不仅仅是应用在亚银素黑这一个配色的包上，其他不同配色 XPAC 包呢，在一些细节的处理上也用了一部分的这个 PDX 的材质去做支撑以及一些补充。我是觉得复合面料的使用是蛮好的，我挺喜欢这种设计感。假设这个包真的符合了你的使用需求，你觉得你是有这样的场景去，我不说每天用它吧，至少用得很勤，每周都要背个三五次的话呢，它有些什么设计亮点会比较让你用的更加自如一些。首先就是它的收纳风格，两侧依然保留了这一个 Molly 的位置，但是这个 Molly 呢就不再是缝线的，而是激光的，就是更加薄、更加贴服一些，视觉效果上看起来会很平整。那这边就捆了一个星期五，这也是咱们新出的，不过这个后面再讲。正面就是这样子，其实跟老地选差不多，也是一个超大的 U 型开口。这个包打开之后呢，它基本上能够做到接近180度的开口，就有点像个小行李箱一样。当然这个包容积也是升级了不少啊，官方给出的容量30升左右，比前代提升了差不多10升，我是觉得还挺夸张的。但是这个包体积看上去不像是一个能装30多升的包，或者说虽然我有一些32升左右的户外包，但看起来会比它显得更大。这个包觉得视觉上还是比较的收敛。记不记得之前前代地狱犬是有一个很大的袋鼠藏在外面的，这一代取消掉没有了，这一个面板变得更加干净了，但不代表说它不能装别的东西。但这个位置它其实是配套出了有点像阵风的那一个挂板，你可以在挂板挂任何你喜欢的副包，而不单单只是单一一个形状没办法改的袋鼠仓，我觉得这也是更加灵活的一个选择了。虽然我还是蛮喜欢袋鼠仓的颜值，但确实这个更加灵活的设计可能会更加适合更多不同使用场景，更加好的去按自己的需求来调整这个位置。由于颜色的关系，我还是拿这个来举例。我们看一下顶盖的位置，这是多了一层顶盖设计，我还蛮喜欢的。首先还是一样的一个同心直锁的亚胶拉链，打开之后呢，就是薄薄的一层平板的内容。这个位置适合放一些更加扁平的小物品或者小零碎，没有那么心疼怕不见的一些小东西都可以丢在这边。其实也挺大了，我可以把整只手放进去。在它底下就是一个半圆形的开口，这是双头的拉链，会更大一些。然后这个开口就很大，它是做了一个标准的格纹内衬，就是跟包内所有内衬都是一样的，并且这里面还做了两个小的弹力分隔，就是因为这个袋实在太大了，如果不做分隔的话，所有零碎挤在一起。然后你背包的时候运动它会左右晃，其实还是一样的凌乱。有两个分隔之后会灵活或者说是整齐很多，个人习惯会放下像这一个镜头的滤镜啊，或者是麦克风啊，包括头戴式耳机也可以整个丢在这里面，还有空间，就是这个空间还是大的挺夸张的，但是视觉上看起来又不会觉得它很臃肿。这个顶盖设计我很喜欢，而且也是我会经常用到的一个区域。其实这整个包外面的口袋真的不多啊，上面有两个，然后就是左右各一个扁平的水壶袋。这水壶袋设计怎么说呢，有好有不好好吧。好的是终于他们肯在包包外面做一个水壶袋，不好的是他们还是喜欢做一个平整的口袋，而不是鼓起非常多的那种容量更大的水壶袋，看你自己的使用需求。但是它确实也能放到一支500毫升左右的矿泉水，这个空间是没有太大问题。这里还有一个折叠的扩容褶皱，拉开之后呢，虽然它这个开口没有弹力，你掏东西呢还是不太顺畅的，就是拉链可能会有点卡手，但是里面的空间确实大。假如你不用它放水或者放杯子的话，其实你放一些零碎在这边拿也是 OK， 蛮方便的。并且它这开口的位置也不会影响到你上面某里挂东西，不要挂一个特别长的东西啊，那就没办法用了。然后侧面这一个磁扣的压缩袋以及下面这一条可调节压缩袋呢，其实都可以拆掉，如果你不喜欢它的话直接拿下来，手会操作的更快更便捷。外面的收纳基本就没有了，底部还是一个Cordura 1000D 的耐磨材质，然后底部也是做了甜棉的缓冲，背部这个底下也是，然后
里面的电脑仓呢是不触底的，所以可以放心的丢进去。看一下背后的设计，他们这一次呢也取消了一代上面那个背负板，采用了一个内缝的工程塑料板，弹性或者说自适应性会更加好一些啊。柴火大概现在是17563公斤左右，背这款包呢，就是画面上这个效果，大家可以看一下。反正我觉得背负起来的这个泄压的感受，跟身体接触的各个部位呢都没有任何不适的感觉。那么交给女生背了一下，她也说没有任何不适的感觉。虽然这个肩带看起来蛮宽的，但是由于它里面填充了一块板，使得它整个背负泄压感受以及弹性都更好了，并且最好的一点就是这块板能让这个肩带不旋。它这样就到头了，拧不过去。我超讨厌的一点就是郑先看到有人背包的时候整个肩带拧过来而不自知，或者说他根本就不在意，就反着拧着背着这个包就一路走。哇，我真的是，我很想上去给他扯下来重新背一下。反正就是一些我很喜欢的设计点。那么后边的这一个缓冲棉是几个大部分的凸起用了蜂窝材质，也是比较透气的。然后这中间呢，当然有一个可以套行李箱的固定条，这个余量还蛮多的，应该是比较粗大的行李箱都能套得进去。但是由于我这一次出门没带行李箱，所以没有办法给大家演示了。因为这几个包冬天衣服还有一些数码产品都能塞进去。别看它好像看起来不是很大，能装的东西还蛮多的。我专门拿一款包，所有数码产品都塞在里面，导致这个包重量特别大。但是具体多重呢，我也没有去称。大概给你形容一下，就是你把它放在汽车副驾，汽车会报警叫你扣安全带的那个重量。这样的重量背在我身上，我一点都不会觉得哇受不了啊，肩膀的位置不会觉得有很大负重，尤其是你把它所有的泄压位置都调整好，扣好它的扣子之后，整个背负感受还是很愉快，并且也是算比较能够持久的，不会说很快就觉得累了。但是有一点需要吐槽一下，这个我也跟他们官方反映了，希望看后面有没有机会能改一下，就是它的腰扣跟一代一样，它是没有原生腰扣的，你需要从别的单肩包的肩带拆一条38的这一个支带来去扣在它的腰带扣上，或者说你可以拆一个 HMS 系统背带，因为它在底下是支持两种不同的扣环吊点都可以。但问题是不管哪一种扣法，它的腰带受力的位置呢始终是在这两个支带的上端这个位置。对于整个包型来讲，我觉得稍微有一点高，因为它整个包也不算太大嘛。你看它的肩点最高在这里，从这个位置往上呢，其实都是在我的几乎是后脑的位置凸出来的，贴后背的位置就从这到这，所以说它这个腰扣的点我觉得有点高了。实际上我扣在身上的时候，它没有办法能够十足的把我的压力全都放在腰带扣上，我可能要手往下压一压。正常来讲，如果是户外徒步的话，那个腰扣的位置应该是在肚脐下两指会比较合理，也就是在你的胯骨上，这个压力会比较好的从你的肩背转移到你的腿啊。当然这一款包由于是城市通勤设计，也不可能拿它去跟户外的那种重装徒步包来去相比较，这一个泄压和背负的设计肯定是不合逻辑。我会建议他们看能不能够把这个腰扣的点往下移一点，尽量能够移到这个包底下一些，这样子泄压的位置会更加合理。反正我们两个人背啊，不管是1.75米的人还是1.6米左右的人背，腰扣的位置都是不太对的。那这是一点我比较觉得希望能够有待改进的位置。还有几个小细节我觉得也是不错的，胸口扣他们这一次用了多耐福的这一个扣子呢是有口哨的，虽然城市你大概不会遇上需要吹这个口哨的场景，但是有我觉得还是挺不错的，我很喜欢这种扣子，功能性比较强。再一个就是它这里有个中心带可以调节了，这扣子也是多耐福的，这个调节就它能够更细微的去照顾到不同身形的人背负这款包的一个舒适程度，毕竟可调节的地方多了，然后它的调节范围也更广了。至少在我听说的这一个身材范围内，100斤左右的身材到200斤的身材背它都没有说抱怨过它背着不舒服，我觉得这个范围应该是挺广了吧。那么再一个就是它这个重力释放的位置，这个肩带这次做的更加简单了一些啊，直接这个扣环提起来就完全放长，然后你可以拿东西把它甩过来怎么样都行，拉紧就直接拉底下的环，只有两个操作了就很快，并且它还有一个塑料的支带固定扣，就不会让这个支带飘在外面乱甩，一切都非常整洁非常讲究，这都是我很喜欢的小设计点。那么现在看一下里面的分隔设计，不知道屏幕前的各位是不是一个收纳控，或者说你对于包内的整洁程度要求是否够高，但是对我来讲这个包的内部收纳分隔跟一代一样都是非常能够戳中我的。打开来看可以直接看得到超大开口，两边对称的设计了，跟旧款一样，这边上下各有一个直插袋，下面可以插水壶、雨伞或者是一些鼠标之类的，然后上面这个直插袋可能放一些更小的东西，因为它比较偏薄，下面这一个弹力会更大一些。同时上面这个直插袋外侧还有一个
网兜可以看得见放了些什么零碎在里面。那这样加起来就已经是六个了，然后两个平板仓，电脑仓最大支持到17寸游戏本，前面提到了，那平板仓最大支持到 12.9 寸的 iPad Pro。 这整片的毛面呢也是可以扩展内模块系统，并且前面这个开口的位置也有一个超大网兜伸到带盖的底下啊，一只手还多的位置。那么还有就是带盖的这个圆弧形的位置还有一片毛面可以贴各种你喜欢的内模块。我很喜欢这一个位置的设计，就是它做了一个固定的算是缝合的夹角，打开的时候呢它也是能保持这一个弯折的形状，这个包不会变形，很漂亮。因为他们这一次除了说背后的背负做了一个工程塑料板之外呢，其实两侧正面啊都填充了一定程度的 EVA 的，整个包的硬挺程度还是很不错的，即便空包的状态下也不会瘪得很难看。那么内部依然全都是这种灰色的光滑的格纹材质，会更加方便找东西，也更加好打理。那看回他们这个外面的提手，这一次它的整个包的主提手呢做成了这种扁平隐藏式的，视觉上看起来也是更加整洁更加漂亮，但是有时候我想要盲摸的话不一定抓得到，有时候会抓空，这个是你需要考虑到的一点。那么再一个就是两侧也有这一个提手，横竖都可以提，但是底部没有了，因为这包太大了，反过来提可能不太对。总之三个提手的话怎么样抓这款包都是很舒服的。 OK， 那么是这款包大概的一个概览。那跟大家看一下另外一个配色，这个配色就是亚银素黑，也是我按照一个想象中比较重装的状态去改的。这边没有装是因为我本来装了一个白色三脚架，就现在正在用了，所以我要拆下来，这边是平的，不然的话看起来它还是挺有攻击性挺凶猛的感觉了。然后这一个包的底部这个位置跟前面那些 XPad 版本不一样，它就没有用 1000D Cordura， 反而还是用了这一个 PDX 材质，现在它也是空包的状态，我里面没装东西，还是挺丰满的吧。我估计也有蛮多观众不了解这一款面料的，其实它也不是什么特别新鲜的东西啊，很多品牌也有在用相似的材质，各种副胶的尼龙材质，但是用什么尼龙副多少层胶这一个每家都不一样，那并且工艺呢要不要里面再加一层膜等等的这些工艺都是有蛮多区别的。不过我觉得他们这次肯做自研面料也是件好事，毕竟不可能一直都用别人家的招牌面料来当自己的东西卖，那就一直会被人卡脖子，对吧？所以说这一款面料我是觉得拿上手呢，虽然看起来好像也没有说多特别，但用着用的还是挺习惯挺喜欢的，估计也有很多朋友也没感受过。那么如果你看到影片结尾呢，你可能有机会感受一下这款面料到底用起来怎么样的。 OK， 那么关于我这次收到的这三个颜色的地狱犬二代上身的效果呢，我会贴到画面上给大家简单参考一下。首先看一下这一个鬼迹灰的这一套的衣服呢，是来自 Acronym 的 J68PL， 也是我好不容易才能在降温的时候穿一下的一个单品啊。虽然买了好几年了，但各位可能看我使用的频率真的不是很多，确实平时不太穿得上。那么内搭呢就是始祖鸟的那件 Delta， 那个也有在前一条影片介绍过了。在这种多变的天气穿呢，我觉得这件衣服还是挺好的，它有一定的保暖性，不算太多，但主要还是足够透气，不会把汗闷在身体里，并且很轻便方便打包折叠，尤其是我出门不带行李箱的话，背包不想带太占地方的衣服。帽子来自好朋友阿良的 AOT 这一款 Shoulder 面料的短檐帽，最近也是挺常戴的，而且这个天气戴刚好，厦门的风力特别大，叫什么强风黄色预警啊，而且感觉也不说头被吹掉，但头发会打脸的那种程度，戴一个这款帽子也是挺不错的。为什么不戴毛线帽呢？毛线帽更保暖，对吧？但是这边太阳超级毒，所以还是需要遮一遮阳，给点阴影在脸上会比较好一点。那么我脸上戴的这款墨镜是来自 Four Nights F08S。颜色是 Color 4， 第四个颜色，然后它是一个弹簧腿的眼镜， Four Nights 比较少看到这样的设计啊，他们招牌还是 R 型铰链。关于眼镜的影片呢我已经在制作中了，但是有些款式还没到齐，所以各位还要再等一等。那么下身的裤子是来自 Valence Cambry 的牛仔裤，丢丢这样牛仔裤呢也是平时不太有机会在广东穿的，虽然它也是薄薄的一层，它没有绒，挡风能力还是蛮强的，而且它所有缝线也都是有压胶，对，它整个上身的效果呢就真的是足够硬挺好看。虽然说它挺收脚的，但它不是那种很恶心的窄脚裤的感觉。 Valence 版型就是帅。鞋子是来自 Slam Jam 和 Salomon 联名 XD Quest， 如果你还没有看过的话呢，介绍在这边你可以去看一下这条影片。包包上的挂饰，这一款小灯是来自 Go Zero 这个品牌的影帝灯，它其实不是很贵啦，然后它底下有一个 USB-A 的插口，你可以直接插在充电宝上用，然后它平时充电也是用这个的，就是一个很基础的版本，它有三档，一个就是这样子当手电筒，
然后另外两个是往下照零地的，这一个是最亮的，然后这个是最暗的，它只亮两个珠还是三个珠来，就是我平时都开这一个，我觉得拍照的时候它很漂亮，挂在这里点亮灯。然后外面这个贴纸是我自己额外贴上去的，它来自 Neighborhood， 它不是这个营地灯标配的，但是你可以找一个类似这么宽，大概三厘米左右长方形的贴纸，它会有点点透光。这边的这一个弹力带是他们前阵子跟毒刺那个弓箭包的时候一起出的一个配件，叫枪绳，对吧？就是一个装饰了，找我的日常不会经常用的。那么这边还有一个挂饰是来自 Good Art Hollywood 一个银饰品牌跟 Tom Cosmate 艺术家合作的一条织带，上面有一个银扣。关于这期影片呢，在这边你可以去看一下。这一个小小达摩脸的17张来自老白的店铺。那么看一下钥匙黑 Expect 这一个包款的上层效果，这个包呢我就没有做任何的外观改装了，就是保持一个原汁原味的状态给大家参考。如果你不做任何改装，它看起来大概什么样的。面罩是这一个 Acronym 的 NG4SS Shoulder 的软壳，这个也是在广东没有办法经常戴，所以很少用的一个单品，有机会就赶紧戴戴。那么耳机是森海塞尔的 Momentum 4， 那前面影片我也介绍过了，这是黑色的。然后运动眼镜是 Oakley Half Jacket 2.0， 这一个镜片是他们的公路镜片，叫 Road。 那么项链还是我现在戴的这一个 Grand Hollywood 的链子 Nassau Canyon。身上的外套是一件蛮有年份的一件军鸟了，是叫做 Fusion， 它是件棉服，然后用了 Windsupper 做面料，就是挺挡风的，也蛮保暖。在十度左右这个天气穿呢，其实我里面一件打底加上它一个棉服出门是没有问题的，甚至还会有一点点要出汗的感觉，它保暖性还是很好的。整个穿上身的造型呢也是比较夸张比较大，因为军鸟的衣服很短宽，整个廓形很大的状态。那下摆其实我是收紧了的，穿的也是 S 码。那么下身的裤子呢，就是 Nasaxon 23年秋冬的植绒软壳裤， Petwin 的软壳材质。那这条裤子我在上一条影片也有介绍过，大家感兴趣的话再去看一下。鞋款是来自 Salomon 的 Snow Cross， 是 Advance 直线的。那现在已经没有这个直线了，叫做 Sport Style 了，但是这个款式还是有。帽子我现在头上戴这顶帽的 Hardware 之前也介绍过了。对，那就是这样子。我们看下一个包包，夸张一点的亚银素黑的这一个包包上身的效果。我改装成这个样子呢，那我身上穿的也会比较我觉得有戏剧化的情绪一点点。一身基本上都是来自气势装备，之前我有拍摄过但没有在影片中仔细分享的一套产品。还是先从头顶看起啊，它这一款帽子呢其实是有两层的，当然它们所有的水洗质感和色调都一样了，就不重复讲了。里面有一层网面哦，这个都是 garment dye， 就是做好了之后才染色的。后面有一个抽绳，位置还有一个通风口。这个帽子其实不会那么贴头，因为它有两层，里面那一层网面呢是比较小一点的，所以你完全撑满的话，其实撑满里面那层网面，外面这一层呢其实还是半悬浮的状态的感觉。戴起来的效果就是画面上这样子，我觉得还是挺帅的。眼镜还是刚刚那一个 Fornice 的墨镜。里面的内搭呢其实它也是一件外套，但是它比较薄，所以我穿在里面是这个样子的。背后有一个超大的口袋，一般也用不上就是装饰了。内侧有一个人字型背带，前面的一些口袋设计就招牌的一些斜拉链、银拉链，袖口的位置有弹力收紧，以及有一些网面。那么下摆是可以收紧的，但它比较传统这种绑带，然后下摆还有两个揣手的口袋。整个衣服设计我觉得算是比较复杂，上身穿的我觉得还是很漂亮很棒的。那外面这件棉服就我现在身上穿的这一件来自共生效应的P棉金标的棉服，圆领带一点小翻领的设计，可以这样叠起来的，但是我觉得有点热，我就打开了。打开穿我觉得挺帅，它有一个小西装或者小道袍的感觉。袖口的位置它有一个不规则的圆形切角，还挺可爱的，覆盖一半的手背的位置。然后手掌心呢又没有挡住，就是你做事不会影响到。然后它的闭合方式就是这一条织带上面的扣子是整个打斜的状态，扣上来之后它是这样的斜下去的，翻开一点点，这样看起来会更帅，或者说至少在这一身搭配里面把它翻出来会比较合适。那么下摆呢是两个隐形拉链的口袋，做的比较隐蔽一些，开口不算特别大，但是揣手还是足够的。那么整个衣服版型呢还是算比较宽，裤子的话也是轻装备同系列的水洗长裤，依然是很多口袋，然后一个贯通式的曲形拉链，部分的位置有一些网扩张设计，裤脚跟袖口一样，也是这一个弹力网格扩开，整个水洗灰的质感，尤其是在微微阴影下拍摄出来的效果，它的整个色泽表现有一点渐变的感觉，深深浅浅。那么鞋款呢，之前我可能没介绍过，是我最近才收到的一双 Vans， 它是来自他们 TDC 系列的，就是东京设计，然后鞋款的名字和花号在这里，鞋盒就是这一个蓝盒，应该是现在改版了，就没有叫 Vans Vault， 改叫 Off the Wall 了，对吧 ？OTW， 他们这次出了有四个颜色。然后他们主打的整个风格呢就是那种有一点点还是挺偏日系的，但是是那种都市机能感觉，不过不是光头那一派的都市机能啊，更像是 Double Taps 的那个 WTVUA 这条直线的设计风格。那么鞋就是这个样子，这个颜值我不知道你感觉怎么样，
至少我第一眼看到的时候，我觉得它还是挺出效果的，很有质感。我觉得就是 Game Me 这个鞋型呢，已经是很成熟的一个鞋款了。那么只要你舍得用好材料，做出来通常都不会太差，对吧？那我还挺满意的。我觉得这一个颜色跟这一身水洗质感的灰色调单品，以及这一件灰色棉衣都是搭的超完美。那么它整个材质主要是两种，一个是这种非常密的绒面麂皮，在鞋前脸以及侧面，穿到后跟也是麂皮，但它是有一个压印格纹，就很漂亮。光面和绒面交错，非常好的表现了 Vans 招牌。那么上面的这个部分鞋带整个一圈呢，是那种人字纹或者叫鱼骨纹的布面，细节就是鞋带孔被一圈圈的金属也是用了同色的灰色调，并且它的鞋带有一点油蜡处理的这个原生鞋带，当然还要给另外一副扁鞋带，只是我觉得这个油蜡鞋带看起来更有质感，我就没有去换了。那么这个防水条的位置在这里有一个小小的字样写 Design in Japan， 整双鞋还是保持一个弯痛的质感，因为有材质不同的关系，给到视觉上的感受，反正我是很喜欢。那后跟这是一个立体的鞋标，那鞋底依然还是这种生胶底的华夫格纹，味道还是蛮正点的了。那就是这样子啊，不知道你给这一套穿搭打几分呢？主角大包讲完了，他们其实还出了一些小包作为配件来一并更新，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首先就是我之前经常使用，但是我手头并不太多的一个小副包，就是这个星期五，现在手里这是第二代，它整个比一代大了很多，但它也不是说傻傻等比例放大，它整个外形的比例呢是重新做了，会更加适合目前主流的这种手机的屏幕比例，就它更加长条一些，你可以放在前面这个位置，看它的宽度是刚好的。我这是15 Pro， 不太建议你把手机放在这里了，这里比较适合放充电宝之类的，扁扁的那种，然后它的开口是 hook 的立钩，你可以把线露出来充电这样。那么内部的话折空间更大了，工艺上也没有缩水啊，依然是有用到通用型的这个内衬，然后里面还多了一个弹力格，这个位置放手机就不错了。然后里面中间这个主仓其实可以放置大的水或者折叠伞都行，上面依然保留这个挂钩，其实你把它当一个小腰包这样单独挂的，我觉得也挺帅的，还蛮街头的感觉，不过稍微有那么一点点长了，就还是挂旧款的话我觉得更好看一点。那么这个包呢其实也是有蛮多配色，就基本上跟这一次第一选二代主包的配色是看齐的，主包有什么颜色星期五就出了什么颜色。那么再过来一个呢，就是挺有意思的一个小单品的，之前胡夫出过一款类似的，反响强烈，不过他们没有做更深入的迭代胸包这个品类。其实我个人平时也不会太多场景使用到胸包，可能在户外徒步的情况下会频繁的在胸口拿东西，因为毕竟摘大包又上包很麻烦也很辛苦，没必要。胸包呢更加适合装一些应急的经常访问的一些小物品。这次胡夫他们出的这款胸包呢，其实跟之前那款前罩有那么一点点像，但是我觉得它整个设计语言当然沿袭了他们现在新的流水线和制造工艺，实用性高了。之前前罩确实就是颜值好看，但是用起来会有一点不妥的地方，就是它的磁扣快拆的位置呢固定在包的那一端，是没有办法完整拆下来的，导致那个包假如我不想把它当成胸包用的时候，那几个扣子就一直硌着我，然后斜挎的时候也是会顶着，就不是很舒服。那么现在这款胸包叫做石斧鸟，长这样的。目前手里有两个颜色，一个是这个轨迹灰，还有一个是这个 PTX 亚银素黑的，不知道你会更喜欢哪一个。它其实就是一个小方盒子，我觉得轨迹灰看起来会更加适合日常，有点太战术了，不是说它不好看，就是可能不太适合我的日常。那据他们说呢，这一个包包石斧鸟的名字起源来源于使命召唤里面的一个游戏技能啊，我觉得还挺适合熊包这个定位的。那么它的容量就大概是在4升左右，主仓是有两个的，前面这个主仓很可爱，一打开有个弹力带，用为线位，这样子整个掉下来，整片毛面你可以贴你喜欢的内模块，里面有两个直插的弹力带，而且整个主仓你也可以用来放东西，只是我觉得这里当做收纳零碎的空间会更加合适一些，并且它如果真的是当熊包这样子打开，会不会有点卖什么我就不说了，反正就是你可以自行想象。还挺可爱的。那么正面的上下依然是留了两条魔术贴，你可以贴你喜欢设计章，两边这边有一行的 Molly 不是很多，但是你可以挂一些小收纳袋或者说是一些小工具都可以，看你自己的需求了。正面的拉链袋里面就没有内衬了，它这个就直接是面料的底边，薄薄的，但是它放一些快取的保护品还是不错的，保温很便捷，拉链还是直手拉链。那么来到主仓，它的开口就没有这一个前仓那么大，它就只能开中间这个位置。那么里面正面呢是有一个弹力支带，一共分了4个部分，
都是等分的，你可以放一些需要固定的类似线材或者说是长条形的工具之类的。反过来靠近身体这一边呢，是一个八链网兜，你可以放更多贴身的一些比较重要的物品，类似钱包或者说钥匙。那么整个主舱的空间，如果你前面没有放太厚重的东西的话，主舱还是算比较能装的。我甚至可以把拍摄用的东西，除了相机本体之外，其他零碎麦克风啊、ND 镜啊，然后补光灯啊，七七八八东西都塞进去都没有问题。主舱这个拉链两边还是留了支带给你借力的，拉起来还是比较方便和顺畅。虽然也是压胶拉链，但压胶拉链肯定不如非压胶那种那么顺滑。那么看一下它的背负装载的状态，现在这一个大家可以看到是用了它的默认肩带，我做了一个正面和侧面的挂点，这个是斜挎的时候我个人觉得比较舒服的状态。当然背后还是保留了一片 Molly， 你可以挂载更多小腹包，取决于你自己的使用需求。然后这个位置也有一个快速调节重力释放的肩带以及一个快开扣，但这个扣子呢就是这种很传统的插口，没有太特别，但是整个追求轻量化的话，这个包用起来还是不错的。如果你需要更加灵活的背负方式，你可以把这个位置转用成 HMS 系统的支带，我也是同样挂点的位置，但是不同的挂载系统，就可以更方便的去拆装或者说增加你想要的模块。它是侧面顶部都有，都支持，看你自己的使用习惯，左边还是右边来去拆装就好了。那么另外就是它的胸包模式，胸包背带这一次改了一下，我觉得改的还是不错的，四个扣子都是 B buckle， 但是它是可以做到完全拆下来，因为它是 D 扣来去挂载，挂在侧面的 Molly 的话呢，你可以把整个扣子在不用的情况下完全取掉，就不会当斜挎包的时候有扣子顶着你了。在日常城市中这样背会有点傻，有点 too much 了，但是如果真的是有这样使用场景的户外，确实很灵活很方便，拆装也是比较快速的。然后这个前面的位置依然有一行小小的 Molly， 你可以挂载更多其他的小工具。下面腋下的这条支带呢也是可调节的，范围还挺大，拉很长，能够兼容不同身形的人群，哪怕你身材再壮应该也是能够装得下的。那么关于这两个小胸包上身的效果，大家也可以看画面上他们开年这一波主要更新的产品呢，基本上就是现在这些了。其实还有几个没提到顺带更新的东西，我再简单给大家看一下，不是什么新款，但是新配色。首先就是夜叉二代的轨迹灰版本，不好看，你觉得呢？我觉得还不错，上身效果大概就画面上这个样子，我前面也拍过了，没看过的话再去看一下。还有就是更加可爱的蜜环二代，也是轨迹灰的版本啊，这个真的很棒。我这几天如果不带相机出门的话，基本上我都会背它，真的很好看，很可爱。容量的话，对我来说也刚刚好。这次一同更新的还有一个内胆包，这内胆包是不像之前的一些内模块系统可以跟包内的毛面去做结合，它是一个两面都光洁 PTX 材质做的收纳包，数码产品或者一些零碎线材的收纳包，比较像是有点古早味的那个 Grading 收纳线材专用的那个收纳板。不过它这个会更加的干净一点，它里面有两个小网兜和一个大的直插袋，小网兜是有拉链的，收纳一些比较零碎的小线材或者是一些小的需要受保护的一些充电器、一些数码产品。那大的这边呢，我试过可以放到一台 iPad mini， 直插进去没有问题，然后上面还有一条弹力带的 Molly， 可以捆更多的一些线材，不至于到处散。我觉得这个包还是不错，挺好打理的，并且收纳现在的一些数码产品的零碎来讲是刚好够用的。这只是按我个人的使用习惯去做一个简单的演示，给你看一下它大概是一个怎样的定位。它这个尺寸呢其实比较通用，他们家目前所出的一些单双肩包各种不同尺寸它都可以直接丢进去使用，那并且它厚度不算特别厚啊，当然也是比较柔软的，你可以把它稍微扩容一下，大概有个3到5公分左右，但是不会整体都变厚，只能中间稍微厚一点，毕竟它要拉拉链嘛。但它这个拉链是一个非常大角度的开合，我觉得这一点还是蛮好的，收纳东西还是很方便的。 OK， 对了，可能还有朋友们好奇地狱犬二代整个包在原始状态下空包的重量是多少，它大概据官方说它是 1.5 公斤左右，就是3斤可能不到的样子，188挂载一些小东西上去怎么样也超了，所以就当它是3斤吧。对于这一个容量的包，或者说是能够装这么大重量而有如此背负表现的包款来讲，这一个自重应该是算比较优秀的了。你不能拿它跟那些户外徒步包去比，那些包连内衬都没有，更别说里面有这么多分格，是不可能的。所以我觉得综合情况下，他们在设计以及颜值上还有实用性上这一个平衡的点找的还是比较好的。这个包也是我觉得可能隔了这么久，他们大部分的研发精力主要还是放在平衡重量与背负感受上了。那么至于购买建议的话，我个人觉得性价比最高的一个就是传统 Cordura 的那个版本，再一个就是亚银素黑的版本。这一个新面料我是蛮推荐各位都去试一下，哪怕你不买地选主包，你买一个小包尝试一下也未尝不可，对吧？那么说到这里呢，老观众应该都知道，大家老规矩，有一些我没提到的点，或者说我讲的比较快，可能你们还不是很明白的地
方，你们可以在评论区再问我。那如果你们有什么想法，尽可能友善的去讨论好吗？这大概就是这期影片的所有内容了，希望对你的选购一定的帮助。如果你觉得还不错的话，希望你可以点赞连，如果你们关注一点点阅了，我说我们下次见吧。We'll be right back.